有个造型在嘛，至少不会跟别人一样，然后弹性非常好。它有什么好处？它放在行李箱一样不会重，因为它是冰凉弹力针织，上弹下弹左弹右弹，也可以直接搭慵懒连身裤，就是我自己平常也会这样穿，它就不会变细肩带。我觉得黑色会比白色再更辣一点点，然后它这个洞洞也不会让我们曝光，完全不会、啊、然后重点是它的洞洞边边都还有在包边，所以不用脱线的问题，没错、哦、对，然后正面其实也可以修饰一点点小小的副乳，然后弹性非常大，我觉得大胸女孩跟小胸女孩穿起来效果都非常的好。哎，背心呢，你们一定有100件了，但是你一定要有这种比较特殊造型，它会有点小露性感，但是又不会让你害羞穿不出门的感觉。